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 Snow Hill Wharf 啦。What? 咩 Wharf? Snow Hill. 咩 Hill? Snow Hill Wharf. 啊，你哋喺伯明翰啊？是啊，这里变化真的超级快。你看哈，这边呢就是这个甲级办公楼，这个地方也是伯明翰的一个商业办公区。这栋楼里头呢，就有世界知名的企业 KPMG， 还有伦敦的这个 BT 的公司都在这儿。伯明翰是除了伦敦外，咱们这个金融公司和服务业公司最多的城市啦，它有将近400家的企业。要么800呀？有万个工作的机会，所以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来到伯明翰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低，环境又好，然后交通很方便，去哪哪都行。哎，这好方便，都做那个了。对啊，那当然，就是在最近哈，我们就实现了6%的毛出租回报，非常厉害哦。房价大摇摆，房价大摇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now Hill Wharf 的亮点哈，也是它最大的这个优势，就是它的开发商。那伯克利呢，一直以来都是英国非常优质的开发商，他们等于说把在伦敦打造这个高品质社区的这个氛围感，原封搬到了伯明翰来，在这里的居住是能够得到保障的。第二个亮点呢，就是它所处的地段。它呢是在伯明翰当地的办公园区，不管你是在 KPMG 还是在德勤，或者说是英国的汇丰银行，那么从这里到这些办公园区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程，也非常适合投资客买来然后出租给当地的这些上班族。就是我感觉吧，你看它这么多的这些服务哈，然后包括还有大门，一进来之后还有24小时的这个接待室 concierge，然后还包括它有电影院，有这会客厅，但是算下来的话，你需要交的物业费也只有3.67英镑，给我感觉真的还蛮划算的。第四个最大的优点，也是这个项目独特的所在，它距离运河非常近，有水的地方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就你会觉得整个空气都流动起来的，而且也会源源不断的带来一些很财富的感觉，就是有水就能旺财嘛。哦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两居室仅仅是起价38.5万英镑，38.5万。喂，店等我，即刻买火车飞，大家都来伯明翰吧。